人生的四个境界，不想上学，不想上班，不想去医院，不想上西天。希望你想吃什么就即刻去吃，想做什么就即刻去做。毕竟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不要指望哪个会陪你一世，没有光的时候连影都会离开你。人生就是一食了之，一瞓了之，一笑了之，一走了之，一死了之，一埋了之。金钱就好像水一样，缺水会渴死，贪多会浸死。一个人心理衰老有两个标志，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。到了这个年纪，重要的人越来越少，但是留下的人就越来越重要。聪明的人想得通，精明的人看得准，高明的人看得远。你是哪一种人？后生的时候不拖累生你的人，年老的时候不拖累你生的人。千里纵行，你总要有一个家；万众首领，你都要有一个妈。满桌佳肴，你要有一棚好牙；腰缠万贯，你要有命使。想一路风光，你要行得喐；揀一座金山，你要拎得起。型爆靓绝，你都要有人爱；扑亲跌亲，你都要有人拉。结怨不如结缘，种刺不如种花，富贵不如富态，高寿不如高兴。努力搵钱，你是一条汉子；病床上边数钱，你是一个傻仔。人喺度嘅时候，成日都以为来日方长，咩都有机会。其实人生系减法，见一面就少一面。唔要嘅嘢再好都系垃圾。人生嘅三大位：出世嘅时候摆一位，结婚嘅时候摆一位，死嘅时候摆一位。第一位唔识食，第二位唔得闲食，第三位人哋食，真系一位都食唔到。好好珍惜而家拥有嘅生活，该食就食，该饮就饮。遇到事唔好往心入边放，健康系最重要嘅。